你好，我叫陈天哥，很高兴认识你们。那时我住在中国，我每天吃很多很多，我越来越胖胖了，我还以为我怀孕了。中国菜真不错，中国我真的爱你。我的孩子叫锅巴肉。我在通化第一高中教授1000多个学生，虽然非常调皮，但他们个个很聪明。4年每个学生，中国我真的爱你。他们都是东北人。我住过东北农村，后面一个家伙喊叫，看看看，我主人。我回头一看，回答道，看看看，中国人，中国我真的爱你。我非常饿了。你吃饭了吗？我去了广东广州，那里有人爱吃猫肉。我能买老鼠泡粥，但我比较喜欢吃猪肉。广东菜很好吃，中国真的爱你。好美。我去了吉林长春，那个地方冬天太冷，夏天10度太高，我认识的可爱姑娘，不久我们将结婚。中国我真的爱你。再见，慢走啊。